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尊。各位观众有没有看过之前好像是《凉宫春日》那一部的盒玩介绍？我里面就有介绍到说，七月还八月多的时候会进一款叫做《颜面妄想系女子》的转蛋。当时我就说过，我还蛮兴奋，那么想要去转。不过没有时间去台北，因为在宜兰要找到转蛋机其实还蛮难的，因为你知道宜兰就是一个被世界放逐的地方。这次我们去把它网购过来，应该是这一箱吧？然后我房间有太多箱，我已经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箱了。那开起来这箱要不是大麻吧？哦，终于到了。垫了那么久的报纸，还是科技产业的高级鬼啊！有点没看得懂的报纸啊，混蛋！就是这一个，怎么看起来像麦当劳牛肉卷，看起来像骑士蛋糕的颜面妄想系女子，那时候还蛮有名的，因为第一次看到有商家做出这种奇怪，不对，日本一直在做奇怪的软蛋，但这个设定是完全看不到女主角的脸，还用各种方法把它挡住了。我记得他之前还有出另一款是妄想 kiss 嘛，有个乳的。总共有六种类，从刚刚看到五种，里面还有一种隐藏版。总之目标十盒，把六种类全部拿到，虽然应该是全部都有付了。哇，好希望有人把100万掉在这个盒子里面。第一只，不对吧？这家伙根本没有头吧？这是吉祥小物吧？福利，大家最爱的，真的不是某个动画吉祥物吗？第二只，哇，这感觉太痛了吧！在下大雨骑脚踏车的时候，都会有那种很大的车子溅水花过来，然后我觉得超不爽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。感觉好像被怪物吃掉了，原来是触手系呢。啊，小熊，怎么办？我真的好想知道他脸长什么样子啊！制作组甚至连耳朵都有做出来了，该不会真的有做脸出来吧？哎，不过这个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吧？内裤而已，小熊内裤哎，小熊内裤哎，那他也是小熊吗？啊，不是，第三只感觉比较疗愈啊，这个才是盒玩该有的样子吧？不是这样子吧？感觉很温馨呢，看起来就像是篮球教练在跟球员对话的样子。篮球教练，这款没有小熊了，这个太反重力了吧？牛顿已经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了吗？这只要怎么站呢？这样子，很刚啊。第四啊，意外的盒。第四只，隐藏版的，这只就是隐藏版的。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很想拿到这一只啊，怎么看起来有点像 JR 啊？根本就是被重金属污染了吧这一只？这不是隐不隐藏版的问题，这个制作者根本想要搞人吧？居然是在一大堆美少女的转蛋里面放了一只男人的角色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用的，看起来像钓鱼烧。第五只，重复了，这样看起来感觉这边好像很滑。第六只，又是篮球教练，我们已经开了六只了，我只开出了四只。哎，这只到底是不是隐藏版啊？还是他只是喷漆喷错了？这不是 GK 吧？不要骗我啊，这是 GK 吧？啊，刚刚好呢。突然觉得这个动作有点像赛车，那旁边这两个就是裁判吗？还是两个只是跑道？这两个应该是赛道吧？第七只，终于拿到新的了，新的。围巾也太长了吧？这是一般人的围巾长度吗？被抱、跌倒、下腰，我都能理解。不对，下腰我不能理解。但是这个围巾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好可爱的便当啊！这是异次元的生物吧？你是亚人吗？意外的盒呢？我们现在要开第八只了，这有没有掉100万呢？啊，又开到一只了。不对，再看一次，我还是觉得这不像是人类会出现的装扮。这家伙根本不是人类吧？哎。年度最佳叠罗汉了，第九只，我现在是不是还少一只啊？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排球咯，或是100万。啊，是排球，青春洋溢呢。不过看起来真痛啊，还是说那只是他眼罩？他是玩 VR 吧？穿着运动服玩 VR 的女高中生，真不错呢。没有啦，我是在检查他鞋底啊，说不定会写的 Andy。我突然觉得这好像是动画里的大魔王，把一大堆的角色全部都打在地上后，悠闲的坐在上面，等着主角的到来，还吃着梅子便当。第十只，一样的，做得到吗？超级合体，好像没有合体啊，我只是把一群全部叠在一起而已，成功了。超级合体 ，The Super Max 超级合体，所以我还是有拿到隐藏版吗？这隐藏版真的长太丑了吧？这比在一群女高中生的转蛋中拿到一个男主角还令人破灭啊！啊，不对，这里面的每一只都蛮令人破灭的。这是果然不是人类吧？所以看来这就是这个转蛋中的六种类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转蛋真的还蛮有趣啊，它就是一个帮助你增进想象力的东西。虽然看起来长相不差，不过有口罩机的先见之明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差不多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右下角的喜欢；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，可以帮我点个左下角的订阅。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不妨按个下方的分享哦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我是尊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应该扒得开吧，它看起来像是分离式的。原来还是看不到脸啊。